香港人追求的价值就是平洲。嚟到呢度参拜咧，中间要一毫一分都不需要嘅。呢啲价值可以摆喺我工场，到时攞翻啦。有冇可能可以借到个地方瞓一晚？你应该有个地方可以。好好啊，呢度嘅人好有人情味啊。谢叔一宵三，星期三晚10:30 ，ViuTV。